有一种孤独是，你以为自己是人群中最孤独的那一个，最后你发现，整个人群其实都是由孤独的人组成的。你不再为自己的孤独而失落，你会为那么多一样的人而难过。大概是在2005年的秋天，我到安徽铜陵参加了一个面对初中、高中同学的交流活动。活动的主要目的是让更多的年轻人看到外面的世界。什么都可以发问，什么都可以探讨，借此调节一下大家略感无聊的高中生活。那一次的行程安排得非常紧密，2天之内要去5个学校、2个高中、1个初中、1个小学、1个技校。当时的我24岁，朝气蓬勃，并不羞于在中学生面前袒露自己的心声，也不担心自己走不进他们的世界。我总觉得只要你不把对方当成小孩，而是当成同龄人去对话，他们自然也能亲近你。每一次的交流大概都有100-200人。下课铃声一响，同学们就陆陆续续走进大教室。我看着他们落座，窃窃私语，交头接耳。你很容易就能分辨出哪些人是活跃分子，哪些人对陌生人有抗拒，哪些人对外界充满好奇。比如把校服袖子挽起来的，大都是人群中的意见领袖。只要他提问，大家都会认真听，恨不得把手缩进袖口。把衣服拉链拉到最上方的孩子似乎惧怕这个世界，极力思考但不敢发问，尽量减少自己与社会的接触。从高中到初中到小学，每一个学校的氛围都其乐融融。比如同学们会问我的工作都做些什么，如何制作电视节目，认识哪些电视上的明星。一旦你说出来1-2个，底下就会一阵惊呼。你不会觉得他们大惊小怪，反而觉得自己很幸福。那些在他们看来很美好的东西，其实就是我们生活中极其平常的部分。最后一天下午去技校的路上，主办方的老师面露难色，说了一些自己的看法。大概的意思是，技校的同学大多成绩不好，也没有考大学的愿望。对于他们而言，读书够了就分配到各个工厂，所以对外界并没有期许。如果交流效果不好的话，不要往心里去。因为有了前几站的成功经历，我毫不在意地说，你们放心吧，肯定没事儿。交流会是下午5点开始，5点钟我们准时进入会场。技校的同学还没到，又过了5分钟，老师匆匆地跑进来说，大家都准备放学回家了，现在已经做了强制的要求，人马上就到。不一会儿，同学们背着书包陆陆续续走进会场。没有人打量我们这群陌生人，从他们的脸上看不见任何表情。大概还未相遇便准备以萍水相逢来做结局。只有一个把挎包挎在脖子上的男孩，坐下没几秒钟就站起来问，老师，你们还要做什么？我要赶回去给家里做饭，
不然家里晚上没得饭吃。大家哄堂大笑，然后一些同学开始附和，是啊是啊，我们都有事。老师脸色略微尴尬，连忙对他们说，这几位哥哥是学校老师专门为你们请来的，想和你们聊一聊学习，聊一聊生活。那个用脖子挎包的男孩脖子一梗，说，我不要听这些啊，我只想回去做饭，你们每天聊得够多了。孩子们你一言我一语，有明确观点的人不多，多数是在附和某种不愿意妥协却又不得不妥协的情绪。为了不耽误大家的时间，我便说，其实我们也不想占用大家的休息时间，所以这一次过来只是想作为朋友和大家交流一下。底下有女孩很大声地说，你们怎么会和我们成为朋友？不就是来随便聊聊吗？那个女孩皮肤很黑，你可以想象得到她一直在太阳下暴晒的样子。我更正了我的说法，如果你们愿意和我们成为朋友当然是最好，如果不愿意我们随便聊聊就可以，比如你们有什么想问的，有什么想了解的。说完之后，底下同学鸦雀无声，似乎在用这种方式进行非暴力不合作运动。如果大家不举手的话，那我就点名了哦。那边王红丽，你说说你有什么问题。老师用这样的方法给我们这些省城来的年轻人台阶下。王红丽站起来，半天看不到他的正脸，头一直对着桌面晃，晃了半天冒出一句，我没有问题。我有问题，你为什么叫我回答？那么多人可以叫。底下又是一片哄堂大笑。我从来未想过会遭遇这样的场面，顿时觉得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如果一开始就有隔阂的话，再强调要如何融合，多少有一些别扭。我决定放他们一马，其实我是决定放自己一马。最后我说，如果大家不举手提问的话，我们换个方法，大家可以拿出纸笔，可以写纸条给我，什么都可以问，写上自己的名字，我不会念出来的，但是我想知道你是谁。说完之后，大家沉默了几秒，或许是觉得我这个人太难搞，明明看我的脸色是打算放弃的，可到最后仍然不死心。先是一个同学打开书包，拿出本子，唰的一声撕下一张纸开始写，然后陆续有同学问他借纸，慢慢的三张纸条递上来，五张纸条递上来，于我而言松了一口气。我安慰自己说，只要有一张纸条回答完一个问题，这一次的见面就不虚此行。翻开第一张纸条，上面写，你们这样的人为什么要和我们这样的人做朋友？我看着这张纸条，在心里揣摩该如何回答，最后说，我在你们这个年纪的时候和你们大多数人一样，
觉得看不到未来，生活似乎也一成不变。偶尔遇见一个和我生活不一样的人，也不敢交谈。我怕了解之后，他继续过他的生活，我继续过我的生活。除了让自己难过和羡慕之外，没有其他的结果。我们成为朋友，并不是朝夕相处在一起，而是希望你们能看到一个真实的我，然后对未来和自己都有一个参照物。我不知道这样的回答他们是否能听得进去，但是我看到传上来的纸条越来越多，十几个十几个的传，一捧一捧的传。还没来得及回答第二个问题时，讲台上已经摆了满满一桌。我看着纸条，再看着他们，又看看纸条，又看看他们。大家已经不似刚开始那样横七竖八地趴在座位上，而是认真又任性又坚定地看着我。我特别想笑，可不知为何刚开口就有一些哽咽。我佯装选取问题，赶紧低头把面前的纸条一个一个打开，却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，80%的问题都极其相似。刘同哥，我很自卑，我该怎么办？周围的人都不理我，我觉得自己很孤独，朋友为什么那么难找？我觉得融不进周围的环境，又没有勇气，很自卑。怎样才能找到真正谈得来的朋友呢？好在纸条上面都写了自己的名字，于是我说，刚才我收到一张纸条，大概意思是说觉得自己很自卑，不敢与周围人聊天。我想知道这位同学是谁，请举手。一秒，两秒，三秒，底下的同学超过一多半都举起了手。那一刻我眼泪下来了。你们看看你们的四周有多少同学都举了手，因为大多数人都认为自己是自卑的，别人瞧不起自己，认为世界把自己抛弃了。其实真相是，每一个人都希望和对方成为朋友，只是每一个人都不敢迈出那一步。同学们先是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，然后自嘲地笑，然后如释重负地笑，然后对着彼此灿烂地笑。我拿着纸条继续回答问题，但之后的之后已经是阳光下的风景，留在了过去的回忆里。我知道现在很多准大学生们一定对大学充满了期待，但我要提醒你们哦，真正的大学
跟这么多年来爸爸妈妈和老师口中的大学生活是不一样的。我们多年来被灌输的想法是，熬过高考我们就解脱了。其实这要看你怎么理解。说是解脱，其实也不完全是。到了大学，你虽然会发现你变得比曾经自由了。男生高中出去刷夜打游戏，觉得是一件要瞒着很多人撒很多谎才能做到的事。可是在大学，没有人管你，你想怎么玩就怎么玩。但你会发现，你早已过了那个年纪。现在自由了，反而没了出去刷夜的兴趣。也对了，因为大家都直接在寝室里玩，断电之前都不会有人再唠叨你，但那种感觉却已经找不到了。我觉得大学真的很重要，并不是说你考到了一个好大学，你的未来就有了保障，你考到了一个不好的大学，就有资格自暴自弃。大学依旧是一个需要拼的时段，谁能坚持四年，谁就是最后的赢家。只不过这个时候，所谓的拼，全凭自觉，没人逼你，也没有人督促你，甚至说句不好听的，还会有人等着看你堕落，看你笑话。大学里交到真正的朋友是不简单的，因为彼此心里都是为自己想的多，为他人想的少。但这也不代表大学里都是虚假的，只要你愿意，你依旧可以交到特别好的朋友。我觉得大学真的是人生中最美好的一个时段。在这个时间里，我们似乎了解了社会的一部分黑暗，然而也在憧憬不远处的那一处彩虹。我们还可以有不切实际的梦想，还有去追逐的资本，还有着一股子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闯劲儿。对于我而言，在大学里还有遗憾，比如在过去的三年里没有好好利用图书馆，比如在大一没有认真学好专业课，比如没有好好利用那些个过去的假期，比如没有在刚进入大学时就开始学跳舞，比如想组建一个自己的乐队，到今天都没能实现，很多很多。但只有当时间都过去了，都回不来了，才会满脸遗憾地对自己说，要是就好了。你还会对爱情充满期待，但似乎也找不到了曾经那种义无反顾，仿佛得到了他就是得到了全世界的感觉。最大的遗憾不是错过了最好的人，而是当你遇到更好的人时，却已经把最好的自己用完了。你不想去别人的世界里当插曲，虽然笨拙，但你也只能放弃那个曾经那么想珍惜的他。偶尔你还是会寂寞，但像双双说的那样，孤单只是情绪作祟。